前21年，他左手摇扇，右手敲鼓，评说王侯将相，描绘才子佳人。那个大雪纷飞，雪花一样啊啊嘞！那个那一旁走来了老公公，他头发薄，胡须也是银不爽啊嘞。后36年，他四处奔波，风雨兼程，宣讲法律知识，播种法治信仰。老师讲叫我们改革，坏人坏事扎斗的。老师讲什么力量小，力量把刀不顾歹徒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么想办法用计巧，突然信仰逃跑，到太上祖报告，法回天。这位老爷子呀，名叫潘恒球，今年74岁了，在江苏省淮安地界啊，他可是个名人。首先呢，他是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淮书的代表性传承人，而现在他更是苏北一带中小学校园里的普法达人。他拥有众多青少年小粉丝，他能说会唱，喜欢表演，特长就是讲故事。在他的家乡啊，乡亲们喜欢称他为故事大王。嘿，大哥，你这三个儿子就第为什么？16岁学艺，18岁出师，从此一件长衫，一把折扇，一块纸语，一面小鼓，成了潘恒球不可离身之物。而走南闯北的赶场说书也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上世纪60、70年代，潘恒球曾是淮阳一带响当当的说书先生。他最擅长的《杨家将》《大明英烈传》《七剑十三侠》是当时最受人欢迎的潘家三宝。你思想不正，那赤兔来了晚上提前吃晚饭，带着那个小麻灯呢，就那个麻灯啊，他就来了。那个场上夏天最起码都有上千号人左右。手拍纸语，脑袋一晃，摇着扇子，敲着小鼓，这是潘恒球56年来最熟悉的几个动作。在从前娱乐匮乏的岁月里，劳动人民最大的消遣就是去书场听说书先生讲故事。哎，那个讲的那得劲的，我说的也有劲，但是听的人也稀奇。对潘恒球来说，那是一段非常满足又倍感荣耀的时光。在台上说书满足了他的表演欲望，而通过说书谋生，收入也相当可观。当时一家人靠着他生活过的舒适风光。挺有钱的，我这是3个小时就挣了2块钱。这个账农民怎么说呢？当然我这个是高工资了。那时候国家干部300级干部也不过30几块钱啊，一个月。等于是我一天2块钱的收入，就是一个月30场，就是60块就不简单了，超过国家干部了。然而，就在乡亲们对潘恒球的生活羡慕不已的时候，这个民间说唱艺人却突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。我说：“老公，我现在不说书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法治教育，是吧？法治教育是有人听吗？我是相信会有人听的。我不烧饭难道没人听吗？我不要的钱。”当时我老婆讲说：“你不要的钱，我们家生活怎么办呢？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不是一家的。”一家人现在都靠你，叔叔维持生活。当时呢，潘恒球的想法呀，和家里人一提，就遭到了家里人的强烈反对。在1982年的中国农村啊，法治那时候还是一个新鲜词儿。潘恒球的老伴儿啊，就说了：“你这淮书啊，说得好好的，收入也不错，而且还是自己的兴趣爱好，为什么就不干了呢？”如果是有别的谋生出路，有更好的工作，那也行。可这法治教育算是什么工作呀？而且你还免费，还不收钱，那以后一家人的生活该怎么办呢？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潘恒球起了这么个念头呢？那是1982年的某一天，潘恒球去江都说书，在路上遇到2名警察带着两个13、14岁的少年。我说：“我请问一下，这个两个小孩子才多大？他犯什么罪呀？是犯什么罪呀？他小小年龄不肯学习，在社会上跟不善不识人混，最后混了干什么？他不吃饭，
他不懂饭，或者就懂。我们那个放银蛙叫赌拉拉把了，就开始抢啊，就偷啊，他们就构成犯罪了。当时这个警察同志把这话一讲啊，哎呀，我信了，对我触动很大。路上的这段偶遇对潘恒球触动很深，看到花季少年沦为囚犯，他唏嘘不已。突然，一个全新的念头跳入了他的脑海中，挥之不去。我是说评书的，说回书的，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个书的内容，把它给一下，给人说法治教育，教育下一代。那时候我就不考虑经济了，我考虑什么？我考虑做点有德的事情。潘恒球想，如果他能用自己擅长的说书方式，把法律知识融合在里面，编成一些青少年学生爱听的故事，然后说给孩子们听，那是不是能起到较好的法治教育作用呢？潘恒球为自己的这个想法兴奋不已，并开始了最初的尝试。回来就找这些，就是杂志啊、报纸啊，跟法治、跟法律上有关系的，把它找，然后把它变成小故事。然而，到底什么是法？什么是法律？法治社会又是什么？那时的潘恒球并不十分清楚，只上过两年学的他，此时感受到了巨大的阻力。这会说，不会写，写字不行，认字还是可以的。一般字我都认得。哎呀，我的文化水平很低很低，小学二年级没毕业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前解放时候，这个武士成分也不好啊，就主动起下就不上了，家里穷也上不起啊，就那个书本费，那个时候也一块多钱嘛，都拔不起的。为别人说法，自己首先得懂法。潘恒球开始没日没夜的钻研和学习，妻子的文化水平比他高，于是妻子就成了他的老师。隔壁邻居在学校任职，遇到不懂的，潘恒球就不分早晚的去请教。有时候实在弄不明白了，他就记下来，然后跑到城区的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局等专业部门请教，直到弄明白为止。一个呢是过去有说书的这种基础，第二呢他勤奋学习，虽然他文化程度不是太高了，但是很勤奋，很爱学法律的内容的条款。他基本上都背上，所以说要花时间，特别是他这么一个老人，年轻人都要克服记忆的困难，他老人更不讲了，他不勤奋达不到这个程度。1999年沈又一人事情，同学们，本法的全文共8章57条，在本法里边第3章14条里边列举的9种不良行为。希望同学们，你们要下凡、懂凡、知凡、守凡，更重要的不能违反。同学们，你们要努力做一个好学生。1982年，为了生平第一次正式到学校上法治课，潘恒球花了4个月的时间，硬生生地编出了普法小故事，最终博得了全场1000多名师生的满堂喝彩。从此，编普法故事、说普法故事，占据了潘恒球的全部生活。一场有多少呢？一场大概1000多学生。讲的时候啊，那个巴掌扑隆的几次鼓掌，我很欣慰、很激动。从那个开始，我的足迹定了，下定决心说普法故事，任何人动摇不了我。就这样，从1982年起，潘恒球决心要走义务普法之路。当时潘恒球正值壮年，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，但是他却像是着了魔一样，只顾着学法懂法，四处讲法普法，把家里的责任田和生计全部撂给妻子打理。事情全程一个人做，我两个小孩子这两天要去种，吓得我太累了，我最后累得爬不起来。潘恒球怀书不说了，这收入也没了。家中呢，只靠着几亩责任田和妻子的缝纫手艺维持生计，两个孩子的读书都成了问题。虽然对妻子和家庭啊觉得很愧疚，可是潘恒球要义务普法的决心却始终没有改变。
但是起初啊，他并不像现在这样受欢迎，有很多人怀疑他的动机和目的，被拒之门外也是常有的事儿。所以呢，他只能是每天奔波于各个学校之间，主动的推介自己，要求给学生上普法教育课。就这样呢，30多年来，无论是严寒酷暑，潘亨球从不停止。在义务普法的路途中，有过许多的艰难辛苦，甚至有几次他还因为遭遇意外，险些丧了命。不是差点淹死，这是几乎就淹死了。没有人救，那就死了。2006年春天，潘亨球赶去一所小学讲法治课，途中要跨过一条河，在乘坐渡船时，他把自行车扛在肩上，突然意外发生了。这个小船头扬开了以后，一个人砰了一下，砰一下无意外，女人跌在这地下水。幸好同船有人熟识水性，将潘亨球救了起来。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此时惊魂未定的潘亨球居然还牵挂着他的普法课。他上岸后找熟人借来了干净衣裳，又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学校，准时为学生上课。不能理智刮风下雨或者天大的困难，但是我普法路上绝对挡不住的。风雨兼程，义无反顾。36年来，潘亨球普法的足迹遍布江苏省内1000多个乡村、2000多所学校，累计普法8000多场次，累计听众数十万人次。这个老伙伴跟我感情深啊，跟我行程多少万里了，风雷雷雨雷去啊。义务普法，潘亨球不但不收费，常常还自己倒贴钱。为了节省路费，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，不辞辛劳。一路走来，这部老式自行车是他孤独旅途中唯一的伙伴。我每一次走的时候，我都跟他打打招呼，我说老伙伴，咱们俩又出发了啊，你要帮帮忙，走去路上你千万不能调皮啊。那个铃铛，我的铃铛响了一下子，当当当啊，他说好，行了行了行了。36年义务普法，一路走来并不容易。潘亨球坚持用说书的形式，并始终无怨无悔。30多年来，家中经济拮据，老伴儿操劳辛苦，自己吃苦受累。而潘亨球面对的更多的是来自外人的风言风语。有人泼冷水，给他打的太阳果，你这也拿不到多少钱，你为这个做这些强事干什么？然而，潘亨球将传统说书形式包装普法教育的方法，却给淮安地区的普法宣传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模本。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在说书，自己在联系学校在讲课。我发现以后，这个认为这种形式很好。这个名家的一个艺人，这个走上我们普法的道路，为我们全民的普法起到一个提升、推动。这个很大的作用。到2015年为止，潘亨球自编自演的法治故事达60多万字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《刑法》《婚姻法》《继承法》《收养法》均有涉猎。在当地司法局的帮助下，他还将自己30多年来所编所讲的普法小故事出版成书。我是第一部书的话，我出了5000本，是你们已经看了。我现在还想出第二部，第二部当然说我很有这个东西没写出来，准备马上借我余生之力还要把它搞出来。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大家一起来打木窗，小木窗，十号房，人出门来一张床。好。这些年，潘亨球的名气越来越大，获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，但他最为热爱的。还是在校园里给孩子们讲普法故事，许多学校争相邀请他开讲座、上普法教育课，而青少年们也都喜欢上了这位故事大王。好像有人不理解，就阻拦我也无所谓。我这学生他能接受就他一听就行了，就是我能讲一听讲一听，能说一听就说一听，精神不高就慢慢的说。紧张好就来一点劲头，
让大家听了幸福感高一点。人家孝顺子派懂牌了，人家孝顺不犯罪呀，好好念书啊，这是我的信仰，这是我的追求，这是我在那里行为啊。在帕亨球的家乡啊，很多人至今对他仍然是难以理解，比如说为什么当年他要放弃可观的收入，突然决定为青少年义务普法呢？又比如说，小学二年级没毕业的他，到底是怎么样背下那些枯燥难懂的法条，变得知法懂法，还能给别人说法呢？说书啊，原本是帕亨球谋生的工具，后来他将它变成了渡人的方法。帕亨球说，看到美好的事物被损坏，人们会觉得心痛可惜，而当他看到青少年犯法的时候，是一样的心情，总希望能做一些什么事才好。而他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不只是想想而已，他真的去做了，而且这一做就是30多年。30多年普法路，从壮年到老年，从黑发到白发，帕亨球是中国万千义务普法员中平凡普通的一员，但正因为他们的努力，才让法治的阳光温暖更多的角落。我是徐俊，明天见。